给你泡温泉啊，不是很喜欢泡。裁判，快点开始啊！好高级耶！哎，在这里冬天滑雪都不会冷。但我没滑过雪。对啊，你看，我就带你来体验啊！第一次献给我了，开始紧张了。滑雪献给我，对不对？好，交给你了。好，你先洗个澡，好不好？那待会呢，我就带你去一边店舒服一下。哇！我是皇帝。哎，你现在直接看到最原始的我，爽到视力模糊，你知道吗？爽到视力模糊，就是。挑战一位就是嘴巴非常非常毒舌的人，今天呢要来跟他挑战手的部分，就是要射水枪，射水枪啊！这个人跑去哪里了？这个人呢？人呢？人呢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个地板有点湿滑，等我一下。哇，开始了，已经开始了吗？宝宝，宝宝，你不可以这样子乱喷哦。OK， 好。对，宝宝都湿了。哎，今天好开心可以看到贺龙哦。嗯，没错。那你今天要小心，因为毕竟我们这个节目是普遍级。你平常开的那些玩笑啊，今天都不能用。可以，我就尽量闭嘴，动手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凹豆咖嘛。对，凹豆咖，啊，或者是脚也可以动啊，对吧？脚动一下，对，动一下，动一下，就手和脚，其他都不要动了。对对对对，啊，如果我们今天讲到就是有点偏离，就是十八禁以上的话，我们就请喝一杯星巴克，才一杯星巴克，工作人员也要，工作人员也要，敢不敢 ？OK 啊，敢哦 ，OK 啊，我就不讲话，超烂的来宾，没有，我们还是要讲话哦。好好好，对，我可以自我审查。好吧，因为毕竟你现在也就是在那个电视圈上面也越来越火红了，没有红，但蛮火的。你说生气吗？对，生气的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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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选队友了， okay. 因为我们这里有两位队友。哦，二打二嘛。对，二打二，来，我们猜拳。好，剪刀石头布，不，输的先吗？赢的先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想一下哦。还，那你先选好了啦。其实我根本不知道选谁。对我这么好。哎，欸，我想一下，因为两个都超级高的，超级高啊，对啊。因为等一下是要先射掉身上的捞鱼子，捞鱼子，对，我觉得要注重敏捷一点。欸，有个大哥已经知道我要讲什么了。普遍级哦，普遍级。我选就是比较纤细的，因为我们可以躲树后，好不好？树后有专攻啊，树后有专攻。哇，选秀大会，来来来，状元，状元。来来来，那我们接下来就二打二咯。那先被射到那个纸，然后还要抢夺那个起嘛，对不对？就赢了。好，好，来，我们 Let's go。我超喘，你都不喘哎！哎，我刚刚也很喘。没有，你最后看起来放弃了哦。我刚刚是想说，哎，如果我们再躲下去，这样子会不会玩到隔天早上？所以我就直接出来迎战。没有，你没有这样迎战，你枪是这样子拿着，然后走过来，你变超级安全的样子。
而且刚刚你在装水的时候，我也跑过来。对，我超紧张的，可是你就跑过来，然后站着看着我装水。好啦，我们贺龙果然是最会射水枪的人，好不好？没错，我最会射水枪了。我们夏天来玩水，那待会呢，我要带你去冬天也不会冷的滑雪场。换季，换季要换季了，好不好？ Okay. 而且是不会冷的哦、喔。真的假的？滑雪你会吗？滑雪不会。啊，我真的啊，我真的、啊。不是，因为我刚刚想说你会玩那个宽水滑板啊。嗯。对啊，可是宽板滑水，宽板滑水应该也是会滑雪吧？我真的不会，我等一下从头开始学。好啊，那我们等一下去玩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教我一下。会不会累？会。还是我们直接去按摩？好好好。小按摩。滑雪 Go！ 好高级耶！哎、欸，在这里冬天滑雪都不会冷，但我没滑过雪。对啊，你看，我就带你来体验啊！第一次献给我了，开始紧张了。滑雪献给我，对不对？好，交给你了。好，走，我们进去滑。两位先帮我穿上护臀，穿上护臀之后帮我穿护膝，我们来量一下脚的长度。流汗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认真在有那个平衡感、喔。我很想要学会啊。我觉得你刚刚做得很好哎、欸。我第一次学这个，我就是怎么讲，我开始觉得很像滑水，但是没有。嗯，就是有点类似啊，因为它都是在那个板上面，对不对？而且我刚才正抓到就是要怎么刹车保持平衡的时候，就下课。因为我们时间不够，我们时速有限。啊，之后再来。对对，之后再来。哎、欸，他真的超认真哎、欸，大爆汗。你今天就是完全是水灾哎，对啊，一下被水喷，现在又大爆汗。对，还有什么水可以给我？哎，那个矿泉水要吗？也不错。好啦，今天玩了两个这么累的东西，待会就要带你爽一下。哦哟，怎么样的爽法？在那个林森北那边。哦哟，哦，这能播吗？民生东路啦，民生东路那边。接下来影片是付费解锁。对，付费解锁，就你满18岁这样才可以进去这样子 ，OK 吗？那我先洗个澡。好，你先洗个澡好不好？那待会呢，我就带你去一边边。舒服一下，差点讲错，张吉嘞，张吉嘞，出发 ，Go！ 我们今天体验了夏天玩水嘛，对，冬天滑雪，嗯，接下来找你的新的越式洗法，我超想要尝试的，哎、欸，是没有尝试过，我没有，天哪，你等下会不会普遍天气？起来欢呼，对，起来就哇，对对，要大声鼓掌，哇哇。是有可能会起来的，对，我觉得你应该会起来、喔。我知道舒服的时候，我就会起来欢呼。对对对 对， 對， 對， 對，那这个神圣的门铃就交给你按了，好不好？哇，好的。欢呼欢呼！哇，哇哇欸、你是皇帝，你是皇帝，我是皇帝。
怎么样，贺龙？太爽了！欸，你现在直接看到最原始的我，还不错啊。而且你眼睛也太红了吧？就是爽到视力模糊，你知道吗？爽到视力模糊。就是我现在看到的世界是有粉红泡泡的感觉。我就说带你来找春天。它那个有个圆环喷水，那个喷脖子、那個，那个是最舒服的，对不对？那个到底是什么啊？这是谁发明的、啊？这给他诺贝尔奖吧。啊，你找到你的春天了吗？这不止春天，真的是。四季都在这里，四季都在这里。我想住在这，所以有一个人叫春天，也有人叫四季。对，好啊，那你觉得今天的行程你打几分？哇，今天哦、喔，真的是。你回想一下今天做了什么事？全部想不起来哎。没有，我们先去骑蛋场。对，玩水枪。对，我就至少90分了。90分，因为我蛮喜欢玩水的。哦、oh. ，对，最后我赢了嘛？还对你赢了，而且能射水枪你的机会不多。我们一起射水枪的机会不多。对对对 对, 對，然后再来是室内滑雪。对，我们为了以后之后那个要去滑雪，先做准备。我真的是可以再找机会再去学一下。哎，我觉得你很认真，你可以。我觉得我快学会那个精髓了。嗯，然后刚好下课，刚好下课，有点可惜，因为我们时间不够，刚才这边对，确实值得。这里绝对要留下。最长时间，我跟你讲，这边的分数我要打0分啊？为什么？对，我希望大家可以少来，因为我要预约。还是我们这段不要播，我把它买下来。还是我们直接就是刷负评？没开玩笑，开玩笑，这里真的很好啦，真的太棒了，享受。很不想跟太多人讲。对，因为我们想要把好处自己留着。哇，好啦，今天非常开心，贺龙可以来到我们凹豆咖，好不好？真的太开心了，谢谢你陪我玩。这是我今年最棒的节目。嗯。就比我自己要做的节目更棒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我要开启一个访谈秀哦， oh? 然后在这里录，每一集来跟我洗一次，对。哎、欸，那我可以当来宾吗？可以可以，然后都不用讲话。哎、欸，下次那下次你要找我，你要敲我，好 好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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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我们约定好了，好，一定敲。好啦，谢谢贺龙来凹豆咖，100分的节目，100分，下次见喽。